在荒芜的雪域，在辽阔的圣湖，他沉浸似水，静卧如佛。他的诗歌如一颗明珠高挂天际，映照凡间众生。他的人生如一缕清风绣在水面，多少人不辞万里千山万水，只为寻找他的踪影。明知此生无缘得见，却为了一句美丽的诺言痴心不悔，只因他是俊雅的佛，是最美的情郎，是一生的珍藏。高僧行疑，不朽传奇。各位好，欢迎收看高僧传奇。仓央嘉措在阿拉善发生许多奇异事件，传到了齐王爷府里。王爷的福晋故意邀请仓央嘉措到家中做客，他想了一些方法要试探仓央嘉措是不是真的有神通。福晋的这些小动作，仓央嘉措都一一化解了。在阿拉善的大街小巷里，流传着仓央嘉措的不凡事迹，很快的也传到了齐王爷府里。府里的福晋和丹颜公主听了这些传闻，都觉得很奇怪，于是决定邀请仓央嘉措来家里做客。其实是福晋想试探，看看仓央嘉措是不是真的有本事，真的有神通吗？仓央嘉措应邀前来，当天福晋特地为他准备一张10公尺高的木椅，请仓央嘉措就坐。这说也奇怪，当仓央嘉措走过去的时候，那一张高高的椅子突然变得跟普通椅子一样的高度。等仓央嘉措就坐之后，椅子又渐渐升回到原来的高度。这状况是福晋亲眼看见的，他感到十分惊讶，可是他还是不完全相信，他要再试一次。这次他交代佣人用没有底的大瓷碗盛满滚烫的茶，再进献给仓央嘉措。滚烫的茶接手都不容易了，更何况是要喝呢？这时仓央嘉措从怀里拿出念珠，在空中绕了几圈，然后往空中一抛，念珠就停在木椅旁边的半空中了。仓央嘉措接过茶碗放在念珠上，喝完茶之后把碗攥在手中，就好像在揉面团一样，把茶碗揉成了一团，再把一团圆状物慢慢拉成细细长长的绳子，最后将它系成一个吉祥的结，还给了福晋。这下子福晋总该相信了吧？没错，福晋不止惊呆了，还心服口服，当下就拜仓央嘉措为师。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，福晋将自己的法丝剪下，再镶上各式各样的珍宝，做成一只如同天神一般庄严的法髻，供养给仓央嘉措。据说这只法髻到现在还供奉在南寺的大殿里，这也是佐证仓央嘉措曾经存在于此地的证物之一。还有一件让人津津乐道的事，这是发生在新巴华寺。在新巴华寺的大殿内有3座坛城，仓央嘉措有一次来访时现出神通，他从中间坛城的东门进入，南门出来，又从南门进入，西门出去。
这些坛城的门都是很小很小的，以人来对比，是连一颗头都进不去的。但是仓央嘉措却能在坛城里自由进出，通行无阻。当时看到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他们将这件事传了出去，人民对仓央嘉措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在民间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，例如仓央嘉措将手足的印记硬生生地留在石头上。有人说仓央嘉措以神通力凌空渡过大江，有人说看见有人要暗杀仓央嘉措，他立刻施行隐身术躲过一劫。这些都是仓央嘉措针对不同的根器与旧拔物件，使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调伏或度化。关于这些传闻不胜枚举，这些事传到阿保王爷的耳里，让他对仓央嘉措心生敬畏。还记得仓央嘉措有一位叫张金的朋友吗？张金十分敬仰仓央嘉措，对他的修行更是深信不疑。因为张金的因缘，阿保王爷也听说了有关仓央嘉措的种种神通事迹。这位阿保王爷因为前世善业的福报，当他见到仓央嘉措时，可说是欢喜得不得了。前面我们说过，仓央嘉措在张金家中做客时，度化了他家的马夫。这件事情被传开来之后，有一天呢，杂客如格旗的旗主去谒见阿保王爷时，将他亲眼看见的神机异事详细地说了一遍。王爷听了之后，大大的赞叹一番。王爷说，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我一定要供养他。阿保王爷对仓央嘉措这个人实在是太好奇了。第二天，他立刻派张金带着几名长老去迎接仓央嘉措到王爷府。为了表示诚心，王爷还将自己的宝马交给张金带去，恳请仓央嘉措务必大驾光临。仓央嘉措到了王爷府后，王爷因为有前世善业的福报，他一见到仓央嘉措就生起了无限的欢喜。他向仓央嘉措顶礼叩拜，奉献哈达，并领受仓央嘉措的摩顶赐福。阿保王爷对仓央嘉措说，在我管辖的这片土地上，请您担任我们全体人民的上师吧，今生今世不要分离。仓央嘉措知道这位王爷和在这片领地上的一切众生，都是自己在前世的时候就已经许愿要度化的众生。所以仓央嘉措对王爷说，我既然在蒙古地方居住，自然愿意做大家的上师，也愿意为你们一切人等，为谋求今生来世的利益而祈福，特别是护佑你家公子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阿保王爷的夫人是丹颜格格，他的母亲曾多次试探仓央嘉措，最后拜仓央嘉措为上师。丹颜格格也曾经多次试探，他想确定仓央嘉措是不是真正有证悟的上师。他做过哪些试探呢？有一次，仓央嘉措正家夫而坐，虔诚诵经时，丹颜格格
突然带着下人前来，他下令将棉垫铺上七层，然后用气势凌人、傲慢无比的态度坐在上面。丹颜格格对仓央嘉措说：“你这位大喇嘛来了，大家都说你这位大喇嘛有两下子，我可不会轻易相信的。除非你能在我面前显神通，我就发誓这一辈子甘愿做你的护法。要是你没办法露出一点真本事来，那我说呢，走在马路上跟你一样的行脚僧多的是，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”丹颜格格一说完，用一脸不屑的表情等着仓央嘉措的回答。佛陀告诉我们，人的生理本能配合着心理的指示，如果能善加调整，不仅引导我们走向人生的正途，还可以圆满成生命究竟的理想。佛陀的故事叙述佛陀与众生之间的互动，如何善巧方便地找回人人本具觉醒的心性。护持节目制作就是护持佛陀教法，让佛陀的教育救助人间。节目护持账号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仓央嘉措怎么说呢？没有，仓央嘉措没有理会格格，他紧闭双眼继续念诵经典，而且没有要停止的意思。丹颜格格在一旁又气又着急。这时一位王爷供养的僧人前来献茶，僧人将茶水倒在一只长柄的瓷杯子里，再奉送到仓央嘉措的手里。仓央嘉措接过瓷杯，如同揉捏泥巴一样，杯子被揉捏成一个鸡蛋般的圆球。仓央嘉措用双手往左右两边拉扯，拉成了一根长条，然后呢，又将长条揉捏成一个圆球，用力往上一抛，扔到半空中。丹颜格格和下人在一旁亲眼看见所有的动作，原本瞧不起的表情已经一脸惊恐。仓央嘉措抛向半空中的圆球从帐篷中央掉了下来，仓央嘉措手掌一开，正好不偏不倚地掉在他的手里。同一时间，圆球已经变回原来的瓷杯，不破不裂，完好如初，而且还是满满的一杯清茶。一旁的人全都惊呆了。丹颜格格亲眼看见了仓央嘉措的神通，惊慌地从座位上跌落下来。他双膝跪在地上，一边忏悔，一边磕着头，立即将身上所有的珠宝首饰全都献下来，献给了仓央嘉措，以表示敬意。反倒是仓央嘉措推辞不肯收下，他说：“我不过是一个行脚的僧人，要女人的饰品做什么呢？”丹颜格格还跪在地上，执意要仓央嘉措收下。仓央嘉措说：“这些东西我用不到，更何况这是格格您的珍宝饰品，我更不可能接受。”丹颜格格为之前不礼貌的行为向仓央嘉措道歉，他说：“如果您不肯收下，就是不原谅我之前的冒昧了，那么我将长跪不起。这些东西只是为了表达我的忏悔和一片诚心，
请您务必要收下。就这样，仓央嘉措以慈悲心和不可思议的神通力感动了丹颜格格，并收他为皈依弟子。丹颜格格奉仓央嘉措为上师之后，变得非常虔诚，他将自己的头发攒起来，在上面镶嵌了各种珍宝，制作成一顶庄严的法髻，同时还制作了五佛冠、四季服装、香木折扇、绸缎锦褥、风帽以及靴子等物品，其中还有一串价值非凡的念珠。这些物品都有流苏彩绣作为装饰，相当豪华，可以说只要是高僧大德应该配备的日常用品，丹颜格格全部都供养。他也成了阿拉善境内的大施主。1746年，仓央嘉措在阿拉善圆寂，享年64岁。他的法体被供养在昭华寺。1756年，他的大弟子阿旺多尔济修建南寺完成，就将仓央嘉措的肉身法体迁移到南寺，安放在宝塔供奉。仓央嘉措的肉身遗体保存了200多年，可惜在文革时期被毁坏，现在只仅存有舍利塔。人死不等于灯灭，一位高僧的去世，佛教称为圆寂。仓央嘉措在圆寂之前出现了种种迹象，这表示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将要离开人世。1742年，在塞科寺的时候，护法神曾经预言指示，当年应该做消灾祈福的法事，因此当时各地的寺院念了1000遍的延寿经和100遍的甘珠尔经典，做这些佛事的目的就是为了帮仓央嘉措消灾延寿。在1743年的时候，仓央嘉措的情况就不太好了，弟子阿旺多尔济又让大多数的寺院道场做了几场佛事，祈愿仓央嘉措能多驻留人世几年。仓央嘉措对弟子做这件事也说过，今年虽然是凶险的一年，但是有金忏佛事和诸佛菩萨的加持力顶着，几年内是不用担心死亡的。1744年，仓央嘉措到各地巡视寺院，当时他对前来祈求摩顶赐福的老人们说，这一次各位要好好的仔细的看看我啊，并将这美好好好的记在心里。老人们不懂仓央嘉措的意思，疑惑地问着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仓央嘉措没有解释，只是笑笑着说，人命无常啊，恐怕今后难以相见了。仓央嘉措与老人们的这席话，正也说明了他似乎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。1745年，仓央嘉措回到蒙古地区阿拉善的承庆寺。才刚回到寺院，仓央嘉措就高兴地对弟子们说，这一次我可以安心了。在佛教的说法，这是即将要离开人世的征兆。仓央嘉措说这句话是在农历约10月的事。当月月底，仓央嘉措已经开始视线病容。以前每次举行传召法会时，
初八的祭礼都是由内侍担任，十五的祭奉则是由阿旺多尔祭代表献供。但是这一次仓央嘉措特别叮嘱阿旺多尔祭，他说，今年法会的缘起较为殊胜，初八日正是上弦月充满之时，还是佛陀降服外道的吉祥日，这一次就由你来担任献祭。十五日正好月亮满盈，今年就由我来主持吧。仓央嘉措说这些话明显有些不寻常，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仓央嘉措即将逝世的征兆。1746年的四月最后一天，寺院里忙着为新装的佛像举行开光仪式。仓央嘉措让阿旺多尔济将他平日使用的金刚铃、杵和长耳帽等等物品送给了夏鲁巴大师，请他继续为法教及众生福祉而努力。说完，仓央嘉措又拿起另外一件金刚铃和杵，献给了一位甘丹的赤巴。他是一位掌管寺里一切宗教活动和所有事务的负责人，也是寺里有最高学问与德行的高僧。仓央嘉措对着他说着，请你继续为法教及众生福祉而努力。仓央嘉措说，吉祥的事业都做完了，我今生的事业也就功德圆满了，这只是前兆。仓央嘉措又交代阿旺多尔济到西藏去办几件事情，他必须将一切都安排详尽，才会觉得轻松圆满。仓央嘉措还有什么事情未了呢？下一集继续来说。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